首先我觉得紧张的，一博也好，一星哥也好，汉良哥也好，我觉得很强，一直以来给我当下那个感觉，我会觉得紧张是紧张的，当然怕自己发挥的不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有这样厉害的人碰撞，我才能进步。平时可能除了录节目啊，除了做音乐啊，因为跳舞的时间我都要平均，不可能24小时都在跳舞，所以呢，这一次节目对于我来说呢，在那一方面可以锻炼的一个时间吧，我觉得。输 OK 的，我自己觉得不是说你怕就不会来，有输才会更珍惜赢吧。This is a game， 这是一个游戏。那任何游戏你都是有输有赢的，输不代表你把一切都输了。但赢也不代表你赢了一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game 里面这一轮赢我在乎，但是不是我最在乎的一点。我最在乎的是我通过这一轮比拼这个游戏我学到东西了。嗯，我以前运动员的时候也是，谁不想赢呢？那肯定想赢的。但我爸从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输赢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你输，你要知道你自己输在哪，这样的话你下次就可以一次比一次更好。在舞蹈里面 battle 呢，你有很多不同的工具你可以选择，你的排兵布阵是什么，你的策略是什么，拿上场去 battle。 但是呢，你可能没有选择对你的工具。我是想那时候把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创意作品，我想给大家看。我小叔其实是很在意的。我那时候我刚开始击剑的时候，因为我爸爸以前有一个名字是亚洲第一剑，他是第一个中国人拿亚运会冠军的男子佩剑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身为他儿子，我会觉得哎，我不可以弱下来，然后我就很在乎输赢。我每次输的时候，我都会自己在更衣室我打墙啊什么，就是这样的，就小时候会这样。然后爸爸每一次都跟我说，赢的是你的，输的是我的。有一次我好像太离谱了，我把整个面罩甩破了，然后爸爸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句，说你要知道自己输在哪，不然的话你输一辈子这样。我特别想准备，但是我现在一年里面半年的时间在国内，半年的时间在海外，因为我还有我团体的活动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一次回来准备的时候，我所有东西都是在隔离的时候准备的。那时候刚好也在海外打完歌，然后就是回归完了以后就回来隔离。嗯，有打破自己吧，打破自己本来的安全区，打破自己本来的舒适区，这个我觉得很难得的。我也没有录过一个节目是这样的。通常上任何节目的时候，可能我本来有的能力或者本来有的货我会拿出来或者什么什么，但这个节目会让我所有的货都放出去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去营造这个新的货出来。 It's always challenging my limit， 这是我真的感觉到的。已经这个墙已经到底了，没有东西在前面了，然后再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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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很深，原来知道哎，我还有这么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首先舞蹈这方面已经我很开心了，因为可以突破自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说其他方面的话，演戏的话，我也会有这个想法，就可能有机会看机会吧。因为我相信过去应该还蛮多戏的。有的，但可能不是我自己比较爱的那个类型吧。我对我自己比较了解吧，我不是为了什么，我只是每天在做自己爱的事情，做音乐，比如说这一次跳舞，就每天在做自己爱的事情。演戏我是想的，我想尝试动作跟打斗的。一星哥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弟，咱们也不早了。我说哥，我知道。我觉得希望可以自己有能力有体力的时候把它都做出来。
而不是等到60几岁70几岁的时候已经有心无力。虽然很多人觉得哎，你是不是还现在还年轻什么的，还小什么的，但是现在我这个年纪也不年轻也不老，刚刚好在我自己觉得在中间。可能我几年前我连续几天可能睡几个小时我是都 OK 的，但可能现在的话会觉得也不是说不 OK， 就比那时候会有一点点有心无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最近也在补一些保养品。早上我会吃一勺蜂蜜，这蜂蜜不可以放冰箱，不然的话它的营养没了。然后呢就会喝一个，在上海的时候就喝一个泡一个热的那个薏米茶，等一会儿，然后就可能吃个沙拉，喝鲜榨的果汁，喝完以后就吃那个维他命，维他命 C、益生菌、Vitamin D， 还有什么来着？哦，大蒜，大蒜片呢，一定要消毒啊。还有 Omega 3， 吃完有时间去运个动什么的。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我有两个人，我希望在这方面我可以成为他们的。一就是汉两哥，我希望我可以到这个阶段，我也可以继续燃下去，继续热情下去。第二个人就是我海外的老板 JYP， 他也是就是这个年纪了，他唱跳整个演唱会下来没有休息，就是我希望啊，我到这个岁数我还能吗？我希望我。第一是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第二是我也想全世界知道，哎，我们亚洲人，我们中国人也在做不一样的东西，也在努力这一方面。就好像我上一次有一首歌叫 100 Ways， 是有一个中国风的，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东西。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，但我大部分的 MV 都是我自己写剧本的，我找一个懂我的导演帮我去拍。一个厂牌也好，态度就是 it's everything。 我每次都会说的一句话是了解自己，然后做属于自己的历史，就是这是我从一个小孩到运动员，到去海外做练习生，再到回国，这一路里面我都是这个想法跟目标。因为我觉得在这每一行也好，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拿到的，你不可能哎，我又要这个又要这个又要这个，你有这样这么乱的想法的话，你最后啥都拿不到。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要具备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执行这个东西，你需要什么样的 team， 你需要什么样的机会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可能拿到所有东西的。身为歌手是一份工作，但是我没有一刻是觉得是在工作的， because I love it。 另外一个比喻是学校里面你做功课，我是一个等到 deadline 才会做的人，或者不做的人。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一个 message， 但希望大家不要学，但反正我是这样的学生。就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了解自己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，你喜欢的东西你会想把它做到极致的，没有人会逼你去做这件事，你自己就会想去做。我觉得休息的空间，不管你是酒店也好，我睡的地方，就那个空间是我应该是最舒服最 relax 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件东西都是整整齐齐，香喷喷，软软的，很有顺序的，很 nice 的，这样的话我才会软下来。我个人感觉就是我就除了爸妈以外我最感恩的人，因为一开始从没有人知道我到慢慢开始，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，他们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了，所以我是特别感恩的一个想法。我可以说 they're my blood， 对，他们是我的血。因为我以前是去哪里都是弟弟，但现在呢看到很多弟弟妹妹而且又很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哇哦，我希望这个 generation 是给到全世界可以看到，而不是只是在我们这里，我希望这个 quality 是可以给全世界看到的。会有忍不住想要跟他们分享说啊，你看我过去是这样子，你们如果
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这样解决？可能分享一下我的故事给他们，但毕竟我经历过的东西天时地利人和也跟他们不一样，但可能会给一些意见吧。因为现在你看 social media 新媒体啊什么就一直在变，但我也希望他们包括我自己这里要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而不是被很多东西影响。嗯。